我最近被问到最多的就是我们家院子里有没有虫子、蚊子，被蚊子咬，因为我经常穿裙子嘛。这么多的植物肯定是有蚊子的，但是呢它不会像我们中国农村这么多的蚊子，因为我们定期都有除虫子的公司，它上门来除虫子的，但是一个没有那是不可能的。那我穿裙子肯定是做了一些处理的，所以今天呢我要把我的这个方法呢分享给大家。我是用的这个，就是这个是身体乳液，随便什么牌子的身体乳液都可以，你都可以拿来用。那唯一有效果的是这个精油，我是用茶树精油和尤加利精油这两种精油，随便你用尤加利还是茶树精油都可以。我一般是在这个身体乳液挤一点，然后呢滴几滴这个茶树精油，然后把它这样抹上就可以了。基本上这个方法呢是最天然的，可以保持个一下午没有问题。像老外呢他们无所谓，就去那个超市里买那种防蚊虫的，像在国外因为他们这种院子草多，防蚊虫的东西特别多，喷一喷。但是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天然的方法，所以我就用这个。这个精油什么品牌我不推荐哈，你们自己可以去找。如果你在某宝上面买的那些够不够纯，这个我不知道啊，可能不够纯，要买正儿八经的100%的纯精油。包括我在这边药店里买的，我觉得他说是100%纯精油，我觉得打折啊、一定要你认的那个牌子的，一定是100%的纯的，一定会有效果的。反正我是这样用。很多人其实不用质疑，如果我是被蚊子咬的话，那我的腿上会有很多的疤，然后没有，还是挺干净的。好，我今天特意找了一个我年轻的时候穿的衣服，现在已经不穿了，年龄大了已经不穿这种短的衣服了。今天为了拍这期视频我也是拼了，然后穿我女儿的这个人字拖，我也没有人字拖，这是我女儿的，为了多露一些地方给那个看看是怎么防蚊虫的。我刚才起来弄了一下东西，帽子就找不到了，换了个帽子。你看我这个浇水是可以自动喷的，不用我手工浇的。如果我这么大的菜园子要自己每天这样浇的话，时间是不够的。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艾草，是一个朋友分享给我的，他就说用艾草把它煮成水，然后把那个水晾凉了之后装在喷壶里喷，我觉得应该有效果。如果没有效果的话别人不会分享给我的，所以大家都可以试试。因为精油的话它要求比较高，就是纯度高的效果好，纯度低的我想应该也有效果，可能效果就没有那么好吧。大家都可以试一下，根据自己的情况。还有很多网友呢一直问我为什么我的菜地里没有虫子，种这么多植物没有虫子是不可能的，肯定是有虫子，只是虫子没有达到大面积的病害，没有全部把我的菜全部吃掉。还有你们记得看我老视频的时候，那个冬天我那个萝卜上面全部被虫子吃了。有一次我们去度假，然后它一开始的时候就长了一点，然后我们一走一个星期，哇，全部大面积的病害了。那个如果我没有处理的话，现在可能我的菜就没有那么好了，因为那个虫它会那个虫卵会长在土里面嘛，然后它这个季节可能就出来了。那个冬天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视频拍的特别少，因为我老公特别忙，我没有时间拍视频，拍视频取决于我老公的那个时间。最近他比较闲也放假了，所以视频呢就拍的多一些如果他没有放假的话我就很难，因为家里其实还有很多事情的，现在都他都承包了，所以我老公还是很给力的，我能拍视频完全都是他的支持像每次洗碗呀各种吧。那冬天我们把那个萝卜，那段时间没有拍视频的时候呢，我把那个萝卜全部收掉了，还有这好多地上的东西都收掉了。之后这一排一这等于说一块小田一块小田的那个田上呢，我用木头一个田上放了几堆木头，然后烧到差不多的时候，那个把它敲碎的能敲碎的时候呢，把那个滚烫的那个木头有一个大蜜蜂，我把它拌在那个土里，
然后就把那个虫卵都给烧死了，烧死了。而且那个草木灰大家都知道它可以壮这个菜嘛，它是像肥料一样非常好，再加上它可以让土变得很松啊，再加上我们平时我也有在外面堆肥，它都可以培养土质的。很多朋友说啊，我菜种的好，因为是第一年土质好，的确是土质好，因为我们这个地从来没有人种过，再加上我之前买了一些土，所以它土质很好。很多朋友就说种到第三年之后就没有那么好了，是事实是这样子的。但是如果你一直这样去培养土的话，你的土只能越来越好。如果你撒复合肥农药，那肯定是土是越来越不好了嘛。所以这个土质是最根本的，就比较重要。土质好的它生的虫子就少，土质不好呢它的虫子就会多一些啊。上一次呢有一个网友就给我评论问我说，那个为什么你家的菜这么少的虫子。我不是所有的评论都能有时间回复，有的实在是没有时间回复，我尽量看到了都会回大家。他问到我的时候呢，我就写了我的方法嘛哈，我就给他分享了一下，然后就有人那个写长篇小作文来骂我说我瞎说八道什么的。然后我呢就说给他截了一些网上那些图，我说你看这是网上人说的，不是我说的，对吧？可以比如说我们用草木灰呀、用辣椒水呀、大蒜水呀、洗衣粉水呀、调水，这样都可以治疗的虫子的，治虫子的。然后呢我这样回了之后，他又写小作文说什么奶奶那一代的人怎么怎么种地，那个虫子还不是照样有，奶奶那一辈子很勤劳，种菜种得很好，值得尊敬。但是现在有更好的方法了嘛，我们可以接受更好的方法，也不用写小作文骂人嘛。如果我说的是瞎说八道好，对吧，你尝试了没有效果，那也是我瞎说八道。你都没有种植，凭着你小时候的记忆，然后现在写那么长篇小作文挺累人的，打这么多字不辛苦嘛哈。还有一个方法改变土质的，我在想，像老外哈，老外是别人用过的方法，不是我独家的，他们会用覆盖物，就是土比较硬的那种嘛，种植出来的东西也不好，他们会盖一层东西在上面，比如说稻草的呀、干稻草啊、麦秆子啊，他们会盖在上面。像我是用松针嘛，前几天去弄松针还被什么虫子咬了，在那个院子外面把它盖上，那下面的土呢就是保湿也比较好，再加上呢那个干的那个植物烂掉了之后呢，那个土它也会对土好，就是越来越松，长草也比较少，大家可以试试。很多人就问我说这个会不会有细菌感染呀什么，那我就不知道了，反正我在外面弄的那个松针，目前我的花没有被感染啊。但是每个地方的环境不一样，那个麦秆子有没有打药啊，有没有农药啊什么的，我就不能保证了。但是我想总比那个硬巴巴的土好吧，感兴趣的可以试一下。还有以前我还有一个方法，我在老房子那边试过，我觉得挺好的，就是把那个土挖开，挖深一些，厨房里面的一些垃圾，比如说那些瓜果蔬菜皮啊、鸡蛋壳啊，像鱼这些是最好的，但是这种肉类的容易招来老鼠，所以就看你自己了哈。如果你用那个鱼头啊、鱼骨头啊埋，那是更肥，但是看啊，你怕不怕有老鼠？我是没有用，因为我怕有老鼠，我只用了植物的。我是把它放在最下面一层，放的挺多的，然后上面用那个纸板子啊，盖一层，纸板子的上面铺的土。啊，很多人就说，哎，你这样会烧根的。是的，如果你的上面的土放的浅的话，你的植物根扎在下面，的确是会烧根的。但是如果比如说你的青菜它就长这么高，然后你就这么多的土，它的根扎不到下面去，它就不会烧你的根。如果西红柿可能它的根长一点，那你土就厚一点，那它也不会烧根。经过几个月以后，那个下面的那个就变成非常好的肥料，那你的土就会越来越松，越来越好。大家感兴趣都可以去试一下，我也不是专业的种植的，我只是分享我觉得有效果的东西，希望能有用吧。好吧，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谢谢，拜拜。